垒球是2024大马运动会在美里举办的七项运动之一，它不仅仅是一项比赛，这是一个梦想、友谊、团结的平台，它具有激励的力量。在这种激励下，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强大、更健康的社区。美里市议员范宏祥今日下午代表布宜区州议员兼美里市长于小山出席由沙体育理事会主办，在青年体育部草场举行的2023年沙拉越男女混合垒球锦标赛闭幕季颁奖礼上致辞时如此表示。他说，这项锦标赛汇聚了来自沙拉越各地及汶莱的10支球队，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赛事，它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